这边38个领结就可以兑换我们的时装啦，就把它领出来哦。Hello， 大家好，我是平。那我们今天继续来玩一下我们极速领域哦。那我们今天的话呢，就要来把我们的这个一轮邂逅套装给它领出来啦。那我们昨天的话是基本上已经完成了我们这个邂逅英伦的所有领结了，所以这边38个领结就可以兑换我们的时装啦，就把它领出来哦。那领出来之后呢，就是女生好像归女生啊，好像她没有给我们男生套装的样子哦。我们现在切换看一下能不能给我们男生套装。所以这边的话，她感觉好像就是男女选一个，是不是？我们来看一下啊。好，这边果然是男女选一个哦，所以这边的话，我们男生就只能用我们之前那个书跑的，算了，好像有点丑，不想看他了。OK， 那我们这边的话呢，女生跟男生的话好像只能兑换一个啦，所以大家领完领结之后呢，就是要去思考一下，你到底要换男生还是换女生哦。那这边换完之后呢，就没了，所以就要自己选一个哦。所以我们这边当然是选择女生啦，好险我们是选择女生哦。OK， 那我们就来换一下我们的复古英伦套装，给大家看一看它的整体的样子吧。好，那整体的样子差不多是长这个样子哦。那手持的东西的话，应该可以换上别的，应该会比较好一点点。侦探的话呢，感觉侦探的话应该要拿个什么东西呢？侦探的话，哇，我这边感觉都是武器耶，不然侦探拿娃娃好了，感觉应该蛮适合的，好不好？然后再给他一个翅膀，然后飞饰也放出来哦。基本上的话，整体的最高分感觉应该是可以到我们的，我看一下啊。是91分啦。那目前来说，因为我的那个宠物是换上我们的那个就是梦琪啦，所以梦琪的话它的分数是比较低，它只有15哦。那整体来说最高分是可以到我们的91分的样子，所以我们这个福尔摩斯不是福尔摩斯，我们这个英伦套装的话是能够丢到我们91分。整体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个风格的衣服还蛮喜欢的，就真的是侦探风啦。好，那我们最近的话呢，活动大概就是我们的那个剩下我们这个盛夏狂欢的活动啦，那就要去打3场比赛哦。好，那我们今天就用这套套装来跑一下我们的排位赛啦。很久没有跑我们个人竞速啦，不知道会不会被撞到稀巴烂，或是直接被撞到飞掉哦。那今天的话有2张是我有练的图啦，侏罗纪公园跟亚特兰蒂斯，来看一下能不能跑到哦。目前钻石排位的话，还会有一些就是比较低等的图啊，比如说小猪部落或是十字杀这种的哦。那这边的话，我们既然来到的是我们秋之物语，就看一下能不能顺利的取得我们前3名的成绩咯。那我们这套套装的话是91分啦，所以要拿到第一名的话感觉会蛮困难的，但是还是蛮好看的。其实我还蛮喜欢这种棕色系衣服的，我是说穿在女生身上的话啦，如果我是自己穿的话我就不敢恭维。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啊，第一场是我们的秋之物语，看一下能不能取得我们的好成绩哦。那最近的话应该会就是在挑选另外一张地图来练的，因为英伦古堡这边的话应该就是剩下试一下一些就是练习的哦。那如果大家想要看哪些地图的话，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泽平喽。好，这边先冲起来。看来刚刚又遇到观众，有人说上电视，对不对？你们知道吗？如果想要上电视的话，就是遇到泽平都要输给他哦，因为我输的场基本上都不会放上去。没有啦，开玩笑啊。哎、欸，好险，好险，好险！好，现在先冲起来啊、哦！我觉得下一张的话，不然我们来练个秋之物语好了，因为秋之物语这边好像有一定地方要甩飘哦，然后要这样冲，要弹射出去的地方好像蛮需要练习的。好，这边过来，而且秋之物语基本上在那个就是后面的一个一些土地方来说的话，真的还蛮常就是甩到的。哎、欸，这边直接被撞到烂掉、欸，哎，我真的觉得最近真的有点飘。我已经讲了很久了，真的超飘的，比我以前玩的时候还要飘哎、欸，就直接被撞就直接撞烂那种感觉，还蛮特别的，以前都不会有这种感觉。快速出弯，再来一个，飘。延续，然后完美双喷，甩飘，紧接，延续，甩飘，七打被喷 ，nice 啊，没有问题，冲过去喽。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结算画面吧，来看一下啊。通常第一套衣服的话，我都会让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结算画面，来看一下好不好看哦。这边的话呢，我们这边是搭配了我们就是前一期的那个就是大翅膀啊，我觉得大翅膀真的是还不错哦。来看一下，
看这边的话呢，我觉得这个腿推还不错哦。我觉得待会的话，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我们应该可以去那个给他骑一下摩托车，我觉得还行。而且他这一次的话，基本上是那个就是裤子的形状，所以基本上他也不用担心他的裙子破图啊，所以我觉得应该还算是可以哦。好，那我们这边的话，第一场是获胜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第二场能不能排到什么我们比较熟悉的图哦。我觉得打仗上去的话，应该在星耀排位的话就不太会遇到，就是像那个十字杀或是小猪部落这种图了啊。所以就尽量爬上去的话，应该就可以赶快玩到我们之前练习的一张图。你看我们现在还有月光之城这种的，我就会比较就是把我们一些就是有在练的地图就是把它取掉了。好，这边先把人鱼岛冒险给它崩掉，看到那张图就讨厌哦。有够难练的这种感觉。OK， 奇米法兰西还行啊。好，这边的话呢，第二场是来到了奇米法兰西喽。那就我们这一次的话，连上榜都没上榜啦。这边大家都是100多分的，厉害厉害。不过我觉得这款游戏我之前讲过了，就是它有一些好看的衣服啊，基本上它的分数都是比较低的，所以大家就是看一下，如果你只是要穿好看的话呢，我觉得其实真的都蛮多套衣服很好看的啦。有没有看到我们这套那个英伦套装，真的也是颇赞的哦。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场，我们的奇米法兰西能不能取得好成绩？哇，真没有冲起来，可恶！哇，这个来一个撞后点喷了。好，这边过来，哇，没有进阶到，没关系，先顺一下啊。这边一定要走这个小窟窿，小窟窿的话，这边就可以帮你有更多的那个小喷。来飘，冲起来，然后过来吸 W W 喷，冲起来撞前面那个屁股，冲起来，结果这边都在用 W C W 喷的，我的天哪，这不是一个好消息耶，因为没气耶，冲起来没气了，再补点气。哇，这个直接被撞离地球表面啊！哇，这边有点小尴尬哦，我们刚刚直接被那个撞飞。哦，这边哦，哇，好险，这边我救回来了，不然我就死了。哎呦，可是又被撞到了，麦隆啊！这个直接就是一被撞到就直接飘掉，很恐怖哎，你知道吗？这个世界。哇，直接被飘到第四名，看一下能不能追到前面那个。快输出完，没有机会！哎呀，可惜这边第四名。刚真的是各种飞，然后各种被撞离表面，所以就直接那个重心不稳，直接爬掉、哦，哈哈，好恐怖哦！我真的觉得最近这个车世界很恐怖，而且加上我自己本身就是有发现，就是自己手机好像特别容易飘掉、哦，所以一撞就整个就是滑掉，很恐怖、哦。来看一下能不能来一个11层吧，被变掉了 ，QQ。哇，就是跑我们英伦古堡哎、欸！好啦，我们今天最后一场的话是跑我们英伦古堡啦。那英伦古堡的话，之前前一段时间算是还蛮常练的，看一下这场能不能就是跑出个好成绩哦。我们隔壁那个他搭配的好像还不错、哦、，nice。OK， 来看一下之前蛮长一段时间在练的英伦古堡，看一下验收时间啦，看一下能不能跑出好成绩哦。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跑个人排位赛，最近都在跑邂逅。我旁边那个帅哥的脸好像蛮好看的，说真的，还蛮帅的。好，英伦古堡的话呢，就是要飞越我们的喷泉，冲出去。好，然后小飘，哇，这个是被撞到稀巴烂的。W C W 喷，飞喷泉飞过去就对了。好，飞过来了，然后赶快领先一下。就慢慢的给他走哦，毕竟我们要走捷径嘛，对不对？好，走到捷径了，然后空喷落地喷的 C W W 喷，这边不要撞墙，由内往外，这样过来之后呢，就不会撞到旁边的墙壁了，然后可以还可以稳一点气哦。哦哟，可是我撞到这边墙壁了，我尴尬。这边的话还是要赶快给他飞过来哦。这边居然撞到旁边的墙壁了，那这边的话就小尴尬，不过还是给它冲起来。冲起来以后呢，这边来一个，这边甩飘，来一个甩飘，
用 CW 大喷，5.7，哇，这样不知道飞不飞得过去哎，飞过去，干，没有飞过去，尴尬了。看我们刚刚的领先全部都化为乌有了，不过还行哦，目前还是领先的阶段。好，然后慢慢来。哈哈，你看我这样，我现在就是不敢走太那个，你知道太快，因为我进不去，所以我通常都会就是看一下能不能那个，然后这边要往由内往外，这样才不会撞到，有没有？教大家小撇步，由内往外就不会撞到了。哦呦，烦呢，走开啦！冲起来 ，nice， 第一名，哦，好险。这算是有练习后的结果啦，因为飞喷泉都还算飞得成功。那第二次那边的话，真的就比较尴尬，因为第二次那边没有用出 CWW 喷或是 WCW 喷，就真的飞不过去哦。所以大家如果要飞喷泉的时候呢，在前面的话，一定要先给他们一个 CWW 喷或是 WCW 喷会比较好一点点，不然这边的话呢，很有可能会直接像我刚刚第二次那样直接撞墙咯。好，那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福利这边的邂逅英伦的套装啦。那这边的话，你只要累积38个这个英伦领结，就可以兑换我们男生或是女生的那个一套，那基本上它只能兑换男生一套或是女生一套，所以自己要就是去衡量一下，你到底要兑换男生的还是兑换女生哦。基本上大家就是好好的换一下，应该会不错咯。那整体来说的话，就是长这个样子啦，我觉得还算蛮好看的。那你们会给几分呢？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哲平咯。那我们今天的话就先玩到这边啦。如果觉得我们手上搭配我们兔宝宝套装真的很可爱的话，可以帮我影片点个喜欢咯。每天中午12点跟晚上5点半跟晚上9点多影片咯，打开来看一下啦。那我们下面再见咯，大家拜拜啦。Bye.